有呢一個學習嘅障礙嘅一班小朋友嘅，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聽到當中嘅歌詞係話俾大家聽，就算今日嘅狀態麻麻，但係唔緊要，其實身邊仲有好多人去陪你去拼湊你嚟緊嘅路。咁呢首歌我都覺得好啱各位成長中嘅年青人，我覺得任何時候咧，唔同嘅年紀都會去經歷一個成長啦。咁 有時咧，我都會覺得聽下依類型嘅歌，亦都係自己去帶俾自己一啲安慰，話俾大家聽，其實你而家已經好好噶啦。我哋由呢個角度出發，再去諗下一步我哋要做乜嘢。但係首先你哋要欣賞下自己先。跟住落嚟嘅呢一個隊伍咧，叫做 Love Queen。咁其實咧，佢哋係唱日文歌比較多嘅，但係佢哋為咗配合我。 为咗配合我练咗两首我哋堂兄妹嘅歌，我想问你会唔会有啲系嚟旅游嘅朋友咧？有没有在这边旅游的朋友们？如果你是游客的话，可以举一下手吗？好像没有诶，啊你不算，你常常来。 咁咧，跟住嚟唱呢首兩首歌都係非常之對我嚟講啦，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嘅歌嚟嘅。
啱嚟嘅朋友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哋嚟到呢一个研音计划嘅 busking 嘅时间。Hello， 你好，好靓女啊你，是你是你，系你系你系系，靓女靓女，系啊，喺呢个位咧企喺度咧，即系如果我唔知道有冇人想嚟感受一下，喺呢个位望望大家嘅表情咧好清楚，所以咧。跟住嚟嘅唔同嘅隊伍去唱歌嘅時候咧，你哋欣賞嘅目光唔需要介意，直接咁樣射上去個台度啦，會感受到好温暖嘅感覺。話曬 Happy Friday 啊，係咪先？都希望大家今晚可以開心住、笑住咁樣翻屋企。好，準備成點咧？係，慢慢嚟。有幾多人係睇咗誒賢音咧個 Instagram 過到嚟，知道呢度今日係有表演㗎？除咗自己人之外，緊唔緊要？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呢個 QR code。而家啲 QR code 真係有用，可以見到。如果今晚有你哋喜歡嘅隊伍咧，可以透過呢個計劃去揾到佢哋。OK， 你要介紹下自己先啦。靠佢個麥。Hello， 我哋係 Luck Queen， 我係 Vocal 阿倩，呢位係我哋嘅琴手 Sharon 啦。咁我哋今日真係好榮幸、好開心，可以喺賢音呢個 project 入邊同咁多位去，同咁多位去分享音樂，可以有幸同堂妹 jam 歌，哇！我哋真係好開心。咁我哋 Luck Queen 咧就係一個主要唱日文歌為主嘅組合啦。咁咧呢個係我哋 IG 嘅 QR code， 有興趣可以 follow。同左右咁樣搞錢，係啦，記住 follow 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揾到佢哋，包括 Luck Queen 啦。俾佢試下先，因為我已經呢個已經好。Testing testing， mic check one two， testing testing， mic check one two three one。有冇啲人係有諗過自己要去 busking？在場，即大家今日留得喺度都同我，得自己人可以行開啲啊 ，nice thank you， 係係啦，即有冇諗過要上嚟表演啊嗰啲噶，有冇噶？有個哥哥，係啊，多數咧越大個咧，你先會知道自己其實我都想試某一啲嘢啊，我都知道呢個感覺，係啊，所以咧大家趁年輕咧係應該盡早去試嘅，有乜嘢？所以我見到佢哋好開心㗎，成日都會覺得哇，好多嘢可以，應該早啲去玩喎咁樣。好，你可以繼續介紹一下你哋嘅隊伍，你哋成立咗幾耐啊？其實我哋成立嘅時間同我哋入研音嘅時間係差不多嘅。係。印象中咧，我哋好似係報名研音前一兩個禮拜先至開始夾啦。但係我哋兩個各自都係之前有 solo 嘅表演經歷啦，但係就喺唔同嘅範疇度。Sharon 係一個 classical music 嘅。鋼琴手啦，轉職咗 keyboard 幾個月。我以前是呢個弦樂嘅人嚟嘅，咁就轉職咗變成一個 vocal。嗯，咁後面呢個友情相助嘅，友情相助嘅豪哥真係好多謝。豪哥，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啊？小弟啊，小弟。小弟係陳錦豪啊，係啊。係陳錦豪啊。陳錦豪啊。係啊，陳錦豪。Victor。Hello， 我嘅同事啊。不要跟公司說我射波的原因。我想說他不是叫陳錦雄，是陳錦豪、okay? 但可能有些年輕人已經不知道陳錦雄是誰了，是不是？ Hello。 OK。 可以跟著這首歌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，等我將我準備的一個雞蛋拿出來先。這個是一個 shaker，因為平時我唱呢首歌嘅時候，其實係會拎住一個 tambourine 嘅。不過今日我驚太嘈啦，咁所以送俾大家呢一首歌，我最愛糖。識唱可以一齊唱喎。
吗？全心感觉为你营造，你又知不知道？我看似没有烦恼，劝你哭啊哭闹、哦哦哦、希望你与我吃吃住，可别残忍傻，用这魔法不给人看到我在偷的笑。你的气味在荡漾，这种感觉很微妙，就算只多一秒都觉得很美好。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，最爱躺躺躺在你胸膛，虽然是吃醋，特别残忍傻，用这魔法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。你的气味在荡漾，这种感觉很微妙，就算只多一秒都觉得很美好。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，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，抱着我刚好就能听得到你的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，最爱躺在你身旁，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，虽然我的身高有点娇小，抱着我刚刚就能听得到你的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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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大家些少回憶咧，跟住喺呢首歌咧，如果你有打機嘅話，可能你嘅共鳴感會更加大啊！咦，有一陣同感喎、哦。究竟呢首歌係咩咧？大家可以聽下就知道。如果大家有玩過考 online 嘅話。
种真，寻觅理想的真谛与美梦联合，无惧怕雨天的限制，沿路碰到的石障碍不会有问题，要翻出天际也必须冲破一切。能源的精全，默默因风速耗损，看似跑不完，路有多远未疲倦。和强风周旋，令我刻不的凌乱，同途的兵团齐来打出周围远，任你跑多远，再跑多远，竭力到渐乱，随着步伐人生它与梦并存。就算要跑很远，再跑很远，也未会兜圈，潜在力量在身体猛烈盘旋。任你跑多远，再跑多远，电力到尖端，随着步伐让身躯与梦并存。我哋繼續支持 Luck Queen， 俾啲掌聲佢先。我就首先忠誠身退啦，拜拜。多謝堂會，多謝堂會，加油加油！真係好好感謝賢音，有呢個咁難得嘅機會。